行动。分头找，不能漏掉任何一个房间。好，快走走。走走。谭队长，谭队长，兄弟们，我们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，下面的任务是保证黄营长他们能从对面的诊所安全的撤离，各个接口都要有我们的人守着，马上占据有利地形，一旦听到枪声就要坚决地把鬼子挡在诊所之外，即使我们全部死在这里也不能让鬼子走进诊所。是，行动。 走。
救救我们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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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去吧！大侠，出去吧！救救我们！把我们救出去吧！快帮我们出去吧！救救我们！出去啊！快，出去！快帮我们出去！快救我们出去吧！出去吧！救救我们！救救我们！陈队长，来得正好，派几个弟兄守住大门，带炸药的跟着我们。好，东瓜麻子，哎，你们小队守在大门口，绝不能让鬼子进来。是是，去吧。走，带炸药的跟我走。是，走。